分。现在我们要坐巴士回去红磡，然后再去坐 MTR 去深圳，还是走自己比较熟的地方。嗨，三毛。Hello。Hi。哇，我的饭团。然后红磡 station。没想到在我们的红磡的那个 shopping mall 竟然有狗狗他们 Kaka Friend 跟春星，哦，那边还有，哇， super cool。 Hello， 我的藤仔，我的素食，你们还好吗？好久不见。全世界最爱的素食 Number one， my god， 土豆丝、苦瓜、茄子、南瓜还有汤。还有老公，哒哒，我们在我的学校的 food court 已经 upgrade， 不是我们学校，就是学校旁边的 food court 变得很美了。娃娃鸡排骨煲仔饭，いただきます。好啦好啦，做了事。 OK， yes。 哇，好啦，我好高兴啊。哇，以前每天来这里买菜，因为就在 hostel 的旁边，八嘎。Wow, this is pomelo. 我感觉香港楼梯也变得很大的。Orange is so big. Peach also very big. Looks cute though. 香港的豆腐 this is good, really good. 嘿嘿，阿森喜欢的东西，全部的奶茶，港式奶茶，哇，很多种。Milk tea, 哦，泰兴奶茶， wow, this cute.So cute， 维他维他，超级多的维他，然后我们最爱的维他的奶茶，超好喝的。哒哒 ，7-Eleven， 以前我们每天早餐吃的面包16块，现在以前好像12块。And all the new， 来到了红磡红馆，然后还有我的 Hotel Icon。还有很 enjoy 的老公已经开始在喝啤酒了。他讲为什么啤酒比较便宜？便宜，一般 It's cheaper than 他的 mineral water， 可以超。那个是就是学校外面拎过来的那个 bridge， 路那个 MTR station。今天的红馆好像有什么公开李宁锦标赛，很多人打羽毛球。羽球锦标赛，哇，很粉丝。所以今天有的是个羽毛球赛，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活动。然后现在这边还有一个 merchandise store， 然后这边是你可以去买票。以前在这里看过梁静茹的演唱会，超好玩的。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学校 Poly U， 嘟嘟，全部红砖。然后在那边就是我的 HHDN， 我的 Hotel School， 帅吧，超帅 ，Five Star Hotel。我的 Poly， 不给鱼蛋，洗好了 ，first 鱼蛋 ，Cheers，Cheers， 好晒了，鱼蛋烧麦。Then fast， 一分钟买回来啊！一直被骂。老早呢度食。我话呢食呢食紧要食。我们刚刚买了香港鸡蛋仔，还有一个烧麦，试下啦烧麦。嗯。试下啦。烧麦，我哋唔食啊。辣又唔够辣咧？
蛋牙。蛋牙。好。是牛肉的那种烧麦哦。这样子走过去，我就从香港到深圳喽。福田口岸，然后下面就马上有地铁站，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十号线，所以我们要走这边下去。然后有大妈在跳广场舞。OK， 天啊 ，That ready go？ 是福田口岸对面的那个线，原来就是福田口岸的。地铁站出来的那站是 belongs to 香港的地铁站，然后这里对面的才是深圳，所以他们两个是不能通用。I see。所以我们先要去我们的酒店，是我们一起来出国，对对。MRT 深圳。可以选你要在比较冷还是比较不冷的那个 cabin man， so cool， nice， 哒哒，我们这三天的家，第一次住在中国家，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厨房、厕所，然后我们的房间，哒哒，对面好像就是很旺的区域，哇。对面就超热闹，哇！真的觉得自己在一个超级 modern 的 city。然后你看，全部都超级大。然后华为 store that looks like Apple store。哇，华为的车哎 ，crazy。全家 Family Mart， 哇哦，我们来到了 Family Mart， 很多东西，这是什么？哇，猪耳朵都有 ！Oh my god， 很多烟熏的东西。哦，我的朋友最喜欢吃的那个 sausage， 鸡肉，哇，全部都是加工食品。农夫山泉，好久不见，哒哒。然后我们还有这些，哇，看起来超好吃，我喜欢这种 oats 的那种 granola。以前呢，每次来中国看那个泡面呢，就只有那个什么康师傅。现在呢，已经多了很多很多的 brand。Good。Me 的 ice cream， 中国的牛奶，还有我们最爱的这个青畅青，最喜欢里面有麦片，这些一定要超级好喝。全世界最爱的 Temple Tissue， 噔噔，又找到了。看他们的零食也这么多种，你看它这个面包才7.8块，真的蛮便宜，也不贵哦。然后这个是 Spaghetti， 肉84块多，也不贵啊。喜事多 ，OK， 很多种水果 ，A 级水果，超级大力的。我们来到了麦当劳，你看人家的麦当劳 so modern。真正的蜜雪，哇，晚上全部店都还开。红之春穷饭，试试看。哇哦，我们在吃穷饭，最出名的穷饭。哦，我们的穷饭有烧肉。哇，你看它的皮多么薄。试试看。好吃的穷饭。烧肉穷饭，你看碗，它的皮超级薄，跟我在美利坚看到不一样，很搭配。还有什么呢？粥。然后还有小菜，你看，
辣椒。你在吃生果的砂锅粥，有鱼又有虾，哦，丁大只的虾，还有他的小菜，他很多菜，好吃啊，香啊，哦，好像很 impressed 的样子。吃第二碗粥应该好吃，哇，你看人家应该做够多料哦，哇哦，哇，很多料啊，杀掉哦，这个够热。这个奈雪的茶很漂亮一下哦，自己的茶，哎，自己的车，超美。